吃的很起劲，是不是感觉到好像有点抢着吃的？不是，是吃到那鸡翅尖了，没肉了。仍然是吃一口，然后就会。能看到他把肉吃进嘴里。但是在吃掉肉前，得先把鸟毛给啄掉。在撕扯肉。吃肉的鸟，啊，看到了，哇，这个羽毛我也能认得了，因为它白。这一顿午餐真是丰盛。